在香港越来越多人喜欢踩单车，但由于香港的地理环境所限以及配套不足，令到踩单车这个运动不可以更加普及化。来到英国喜欢踩单车的你就啱晒啦。英国政府非常鼓励市民使用单车代步，在市中心马路上设有单车专线，而且在部分的行人路上都设有单车行车线。现在等我们简单讲解一下英国的单车交通规则。在英国踩单车需要遵守交通规则，和揸车一样，包括遵守交通灯的指示，亦不可以随便踩上去行人路，单车亦都不能够载人等等。踩单车的人士装备亦有要求的，他们是必须要戴上头盔，穿浅色或者是荧光的衣服。而在傍晚的时候开始，单车就要安装前白灯后红灯的警示装置，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是单车装备不合格，都会被罚款的，而罚款还非常高，例如喝醉酒驾驶单车，罚款高达£1000的。希望以上的资料可以帮到大家。另外，如果在装修、维修、改建或者是待订家私电器方面需要帮忙的话，欢迎联络我们 Banana UK Deco 查询相关服务的。